偷摕钱物件，赶紧交出来，我甲你保证，咱上后面拢无少感觉为难啊。咱刘先生，你是政府，用性命来管。偷钱啊，就是不归路的。你若硬要弄啊，你绝对无好买呢。你是阮老家即卖唯一的希望。打电话无人接，你敢是拄着什么麻烦啊？动手！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交予你的，除非我死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那是刚刚想赶快，真正是廖王子甲许世伟、海正恩为老百姓效力。你无表示我，你是甲政府交予警察，一定要替正恩讨回公道。把物件交出来，绝对要让你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我警告你，你为一名，把他藏走啊！哈，你个 U.S.B 交出来。这么重要的证据，我无可能交予你两个。管理员哪会搁在遐啊？警察，警察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又够实力，阮 boss 确实是放过你一命，伊无讲我袂当互你受过陪伴你。伊是甲政府交予警察，一定要替证人推公道。伊林，你一定爱平安哦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完成啊，只要用金钥解锁，别当提着单就行了。如果要去退政府啊，偷摕去的物件赶紧交出来，我甲你保证，咱上后面都无少感觉为难啊。为了政府，性命来搏。你把 USB 交出来！我甲恁两个讲过啊，物件无伫我遮，你到底把物件藏伫咧倒位？这么重要的证据，我无可能交予恁两个啊！动手！要摩托风姐，把证据摕来，警察先。哇！我著看伊有外口，会使警惕警外久，咱就直接哦看水饺浮起来就好。连吴明家、甘姐那边都没有消息，打电话没人接，敢是拄着什么麻烦啊？十外分钟过去啊，还无看到罗安姐浮出海面，应该是回去啊。你来公路发生车祸，现场有敢那是安姐皮毛啊？